多多去妹妹那里去玩了嘛，临走的时候给我和爸爸交代了一个任务，就是把那个豇豆的架子给他打起来啊。今天一大早爸爸就在这里砍了，我呢负责就是搬运，我今天当搬运工。应该砍好了吧？哎，砍七八个，好的，那我先把那个放过去。你这个一抬，拍死了嘛你！听到？别说好些，把它垮了。要沉。我严重怀疑爸爸他是去剪彩的，这个脸大，这个那么彩礼得了啊，这个结实噻。那我去把来的再过一段时间都可以吃了，这里面都已经开始结了。我们把它插好过后，这样四根捆在一起，这样子更稳当一些啊。剪刀轻轻张一张。妈妈交代的任务圆满完成啊！五月注定是劳动日啊，因为再过几天又要打油菜了啊。橘子今天也算劳动了。今天视频就剪到了，分享到这里了，拜拜，朋友们。